你到底身高多高？1米7。你多长时间洗一次脚？谁？我呀。耶！我说呀，多长？我今天早上洗的。耶！你觉得台球好玩吗？什么问题呀？我觉得特别好玩。耶！你觉得中国第一男 rapper 是谁？MC Hardo。我觉得还不错哎。郭老师，你觉得你右边的所有男生里面谁穿的最好看？真话，真话。你穿的最好看呢。Let's go gang。Go again, yeah！ 这就是高情商回答。川崎，快速说出你左边的人的三个优点。可爱，歌好听，我喜欢。Yeah！ 哎，剩下50秒了。不会吧？哎，你好焦虑啊！你下一次不扎两个马花辫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拆头发的时候。你的第一条链子一共有多少颗小钻石呢？等一下，快啊快啊，会有惩罚的。30个。好，开始焦虑了啊！谁是派世界的唱跳 king？ 我最高音是多少 ？C6。那你会留长头发吗？我本来是在留的。35秒。你们谁的声音最有特色？吕强老师。为什么今天要穿一身玫粉色嘞？解千愁。你喜欢玩游戏吗？我喜欢玩这个叠叠乐。排一下你们这组的票数分。我左喊第一，小猫第二，我第三。在场怕过谁？他的绝杀比赛，完了，到我了。哇，你是什么天使吗？我的天哪！那老师，我们麻烦到我们的台上。你忍心惩罚他吗？我不忍心惩罚他。那老师，你想要谁来代替你来做这个惩罚？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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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人的也可以。互相对视1分钟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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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样，我跟我街上的兄弟怎么交代？他们两个能不能掰手腕？对，能不能掰手腕？但郭老师从小练的，我应该扳不过郭老师感觉。来，双方握手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真的，你试一下，真的超级厉害。啊？真的假？真假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让我来试一下，让我试一下。3，不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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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ai Ting真的，太好胜了，太好胜了。嗯。3、2、1，走。啊！是不是？哎呦，有哎！哎呀！是不是？三天有没有绝望的感觉啊？走走走走，别来，别来，别来！我小臂比较短，怪我喽。耶！有没有绝望的感觉？啊！啊！我整个屁股都在用劲。我们的宇昂赢了。好厉害哦！谢谢谢谢郭老师，谢谢谢谢大奔，谢谢。你为什么头发这么多啊？Yes。那接下来我们要选出我们的派对金跟派对困。郭宇昂，耶！郭宇昂，耶！King right here。那大家觉得我们的派对 Queen 是哪一位？陈乐怡。陈乐一，他凭借专注认真的精神、时尚的穿搭、敢做敢拼的勇气，得到众多派人认可，获得此次派对困的称号。郭宇昂，他凭借可爱的穿搭、忧郁的气质以及惊人的力量，获得此次派对金称号。派对金来，对，这就是你们的礼物。